喜来人生路，喜歌斗阵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在斗阵的时间准时甲张磊斗阵来看戏。精彩的故事仪就由咱继续来看落去。昨个故事，咱看到啊，一个苏怀文起兵造反，烦恼大多。伊的母亲苏乐夫人看到这个后生行唔着路，就苦劝这个苏怀文，希望有缓及时的回头。但这个时阵的苏怀文已经听了因某的这个塞说，完全无理智。苏乐夫人看到这一切啊，只好赶紧去请家主义来解救国难。但这个时阵的家主义已经不是大官帅，手内嘛无兵权，一时也嘛无法人抵抗苏怀文。好在再后来，家主义向他国借兵，才打败了苏怀文。皇家又一摆得到家主义的保护，皇上非常的感激，就打算要将家己非常疼爱的苏公主李君蕾来扶配好家主义的后生家爱。按道理来讲啊，这本来应该是一件好大事，但看过这种戏的朋友皆知影哦，这位素公主非常的娇蛮，伊自认为家己是天资娇女，所以非常的自大。那就算嫁予嫁爱，伊原认为讲家己是金鸡玉叶，无愿意家己予人看轻，所以伫新婚之夜，伊就甲嫁爱啊来了一个下马威。那故事发展到这，面对公主这款行为，嫁爱会怎样来应对？精彩好戏，咱继续看落去。
去为兵奉赴伊。多谢公主啊，日夜当忙接平伊，天下兵何公主的，驸马在中国的丹台，金殿红顶牛一接来呀、啊。就叫伊先跪先拜，有请驸马。来呀，来呀！参见驸马。免啦，谢驸马。要本宫出入啊，您就不必如此多礼了。这是宫廷礼仪，奴婢不敢。如此礼节也太麻烦了。啊，公主啊，你我金殿一心欢乐，为何经理就一杯过爱的一公主陪，怎样啦？驸马，你失礼啦！失礼啦！哎呀！请贵爱拜见公主。驸马平息，谢公主。
你娘有什么理解啦？杜姐，今日要关心大地，现在应该嫁一个夫妻合欢的。风采已经走过了，现在就免了吧。风采不算数，现在到定来。定来就定来。但不知我要住在哪里呀、啊？驸马，你应该住在左边。嘿，错了错了，自古君主神游，我哪能住在左边啊？哎，驸马，这是在寝宫内面，不是在金殿，当君臣，只当夫妻。伊讲，这是在寝宫，不当君臣两字。我才当寝宫，你为什么叫我行君臣大礼呀、啊？这，反正这是皇家规矩，不可怠慢。出力还力，讲来讲去拢是皇家的礼节，真是无可奈何。驸马。我不要饮，你代我饮吧。不用，这是皇家礼节，不可怠慢。皇家礼节，我饮，我饮。公主，请。
公主，我哪里在处，害我吹得好苦啊！啊，贵爱拜见公主。驸马，请息。谢公主。公主。哎呀呀呀呀！驸马，看你满身大汗，好不叫人疼心嘛、啊！来来来，快回车到后宫行去认尸吧。哎，公主，啊、公主啊！
来，当今日转卡的安排啊嘞。驸马公主，回本乡后宫嫁进西房，遵命。真的无来，哎呀！后宫乡亲寒，
我会用剑去吹。六弟啊，拜寿时间快到啦，要是快快拜寿去吧。哎呀，不是拜寿，来紧行，紧行，紧行。小胆小胆是请问海里在
我随你听，将我好听，为将大人饮酒提得了。你说你啥都一样。大哥大嫂将边关急急赶回，为爹爹拜寿。你就叫因到后堂多拜。是。六弟。今日咱是爹爹寿诞之日，这位后生新妇拢来甲爹爹祝寿，单单公主无来，真是岂有此理呀！是。什么人来了？是东宫太子上台万岁，贺新寿礼。哦，你看，你看，连东宫太子也上来寿礼，这个公主真是比万岁呀，较歹跳。哎呀！太下雨，回宫找公主睡觉。哎，六弟，八姐，六弟，公公啊，公公，公公，我公弟，你呀，看你因我讲未了，男子听了气难消，这错大祸是难了，公主面前气就焦。母亲害你低头，小弟小弟也是金星，你看伊自此怒气冲冲，进宫之气，万一那是个公主未拄好，那就唔好了了啦。进来进来，进去禀报你爹地情，看你如何是好啊！害你遵命，母亲请。
是我打退的。我也要打你。好啊，好你打，好你打，让你也不敢打，打你这不知礼仪，有孝敬，有孝，我大难解，
主意就收今日一位观众朋友您播送到这。面对遐尼刁蛮任性的公主，接下来算来又会想出什么款的办法来应对？那面对这一切，公主又怎样会反应呢？伊会意识到家己的错误离过近吗？明天要为观众朋友您播送的，就是《家族一周秀》精彩的代。